过来咱来看讲，圣诞节特别高啊，伫各地拢陆续会当看到这相关的庆祝活动。伫园林东山知名这内山秋香，因家会当看到一丛专管上盖大的这圣诞树。内山秋香的庆祝活动，那是讲有这上盖优惠这拍卖回馈活动，另外嘛是充满着这欢乐，也个过节的气氛。今日去内山秋庆活动现场，会当看到门口一粒悬来上盖悬的圣诞树，而且还有一台白色的马车，会当给小朋友伫遮翕相，或者现场是充满了欢乐的气氛。另外，免费爆米花，给民众咧买物件时阵，会当给小朋友吃蛋糕点心。我们想要带他们去拍照，他们就想要做啊，哦，他们想要做，啊，这马车漂亮吗？漂亮。啊，这一棵圣诞树很大吗？可以，还蛮大的，对不对？啊，购物顺便带他们来。哎，对对对，正好放假啊。放假。对呀，啊。哎呀，今天周休二日啊，小朋友也放假的呀，啊。哎呀，就想说有这个活动啊，就带他们来玩。啊，你也带小朋友来。对。啊，就一个小朋友来这边玩。对。这个马车漂亮吗？漂亮。曼代马莲内山业者来表示，因为是中华厂商，所以才会有这个构想，让来买物件的民众会当有欢乐的气氛，也够感觉。希望唔那是女性朋友会当得到满足，也够快乐。另外，陪伴来家 shopping 的小朋友，买单有真欢乐回忆。曼代马莲、马登马朵联合厂庆活动，今天已经是倒数第二天。那我们其实我们可以看到，今天天气非常非常的好，而且我们现场的消费者也非常非常多。那其实我们在短短的三个小时，已经涌入超过30,000名的消费者，就是在趁着天气这么好，带着全家亲子出游。所以我们现场还有发送爆米花、饮水，就是希望说我们园林的消费者都可以来到我们这里，可以一起享受这个欢乐快乐，然后天气又很好的一个气氛。我们现场还有彰化地区最高的圣诞树，以及我们有一座非常豪华的南瓜马车，所以在我们亲子同游这边的时候，就可以带小朋友一起来拍照，留下很漂亮的合影。那我们也有提供非常多的优惠活动。天气真好，所以不少消费者拢前来抢购，业者表示秋庆活动即马是愈来愈多元，上届主要目的都是要回馈台湾中部的民众，和大家拢会当感受到在地企业回馈地方的用心。这是莫克斯湾万宁报道。